25分。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杨俊文的成绩，请评审按灯。杨俊文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15、15、15分，两位是平手的哦，两位哈、哦、都15分，算是平手。不过还是要询问你的意愿，下次愿不愿意再来 PK？ 我愿意再来一次。好，欢迎你，好吗？王振达先休息一下，谢谢。马上呢，我们要欢迎下一位，先听听他的歌声。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pretty bluebirds fly。掌声欢迎来自新加坡的郑可唯。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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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恐怖，很恐怖， okay, okay. 要比你低。我来跟你们介绍一下，他是这个啊，来自新加坡，然后呢，他是陶喆、阿妹、JJ、林俊杰，还有王力宏指定的合音。他自己唱方大同的《爱爱爱》在 YouTube 上面广受好评，然后呢，方大同在香港的唱片公司也注意到他，所以呢，方大同去新加坡上电视访问的时候，还邀他去当嘉宾，然后给方大同一个惊喜。你那时候是唱他的《爱爱爱》，然后自己丢到那个 YouTube 上，就很喜欢他的歌。我们也很喜欢，但我们没办法唱，他的歌太难唱了，太厉害了。刚刚已经听到这个实力哈，怎么办？大家就皮绷紧，看着办吧。是的，接下来的选手注意，尤其是刚刚孙智佑听到他声音之后，有吓一跳，是不是？吓死了呢！你想挑谁来相杀一下？哇，其实我很喜欢刘明湘。哦，刘明湘，你等一下，我们看一看会不会抽到你哦。来，马上有请我们的郑可唯。好的，他抽到的是一位女生，女生对女生。但林玉哲，你刚刚是很高兴的，哇，好险，有逃过一劫的感觉。这位女生就是梁小俊，请出列。Hello， 不错不错，我看到你走路的方式，表示你还是蛮放松的啦。哦、没有，我是有啦有啦，放松放松，没有关系。感觉他们都很开心的样子，这样。当然开心啊，是我没被抽到也会很开心，这一咖太萌了。但是小俊，你知道在我们这个舞台上常常有一刻最重要，就叫做攻顶。你要攻顶之前会碰到最难的嘛，对不对？就是你的体能可能也到了极限啊，到底我能不能去承受。那像上次孙智佑他就过一关哦，就是挑战者25分的情况下，他唱的也是25分，懂吗？懂。这是你长大成人的一天 ，OK？ 请问这位郑可唯带来的是方大同的《够不够》？哇，这是萧敬腾跟方大同也有合作过的歌。那你今天准备的迎战歌曲 是李玟的《美丽笨女人》。碎碎碎碎，好，掌声先听听郑可唯的歌声。郑可唯对上五班里啥都不怕的梁小俊，演唱功力都深厚的两人，谁会技高一筹呢？你爸爸妈妈不会随便让你家又在门口讲话、你见你天下但为家的太浮夸，除非能够耍要求让我发抖，已经拥有还没有拥有的够不够，够不够做你的宝贝。 Do you know how it feels every time that you say goodbye goodbye， don't say the same。 Do you know how it feels every time that you make要是错过，我也无能为力。
好，郑可唯的歌声。所以说啊，方大同的歌真的听起来很好听啊，唱起来不好唱啊，是不是？可是我觉得这一个这样子的 rhythm， 它可以唱成在现场可以这样，我觉得其实是已经很难，而且我觉得它真的是很像，就是已经都准备好了，就是非常有准备。嗯，谢谢。好，那你准备好了吗？嗯 ，OK， 梁小军马上要带来这首歌《美丽笨女人》，欢迎他。实力坚强的踢馆高手即将现身。你在日本发过四张专辑吗？对。上有请小林老师讲评。通常我们都是晚上会声音比较暖一点，那所以我想今天郑可唯的表现可能比你自己这个以往的表现还稍稍的差了一点点，然后包括最后无能为力的那个还有一点点走音，你自己都听到了，因为当和声的耳朵是要非常好的。要是错过我也无能，今天的两个表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一个是音乐性，一个是表演。所以如果以整个完整度来看，小俊的完整度是比较够的，不管是在特色也好，或者是表情也好，整个完整度我觉得小俊是比较够的。就算郑可唯是已经是专业的驻唱，而且也当过这么多的和声，一来到这个舞台上，你现在终于了解了哈。以前有看过我们节目吗？哈，当然。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哎，怎么有些选手之前很棒，怎么突然荒腔走板？那个是有压力的，对不对？对。然后又来这边又很喜欢哭啊，因为我们舞台下面有针呐，时候到了会出来刺他们就会开始哭这样。所以其实所有事情在这个舞台上都是不一样的逻辑。马上就要来看看分数，请评审先按郑可唯的分数，请评审按灯。郑可唯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16分。好，接下来是小俊的分数，请评审按灯。杨小俊能不能超过16？19.28。对了，我跟你讲，所以刚刚大家唰的要死，然后他一被抽出来，全部人都哈哈举国欢腾啊那边。然后呢，小俊你是带什么样的心情上来的？就放松啊，不放松嘛，哈，嗯，因为我还没有睡醒。我刚刚就从你走路姿势，我就知道你好放松哦。他忘了拿麦克风，回去拿麦克风还